第四个观众朋友来，我向支持大家好，咱今晚倒转来了，又按甲咱啊弥勒佛哈，咱诶玉基兄啊共同咱过来啊讨论讲啊，这两天啊发生诶，毋是干那这两天一路行来拢发生啦，吼啊，那变如什么款诶，迄落天灾地变吼，啊，这个政府官员哦无厘头，啊搞得人民吼、啊、水深火热，生不如死啦，啊玉基兄呢有伫这个网络遐有写一篇讲。讲哦，这个无灵的政府，无灵的政府，一个放假都搞不定，你还要搞什么大事情嘛？是啊、哈，好，啊，咱即下咱来请玉琴啊，咱针对这项代志，咱来讲一下安尼。其实有人网络咧讲吼，日本无放红台假啦，好、哦，日本是无红台假、嗯。啊，其实这嘛跟红台假无关系，跟人民的性命、财产安全有关系嘛？好、哦，因为跟红台无必然的关系啦，因为只要有一个灾害。也可能有可能造成人民性命安全，这就是爱放假嘛。你管你去风台还是什么台风，吼、哦，因为迄不是理由嘛。啊，你即摆台湾在各管区的首长吼，因为受到国民党、中国国民党的这个洗脑的教育吼，啊，怎么样一样化俘虏了，啊，烧锅炒水，我看你，你看我，吼、哦。啊，这放假唔放假，安尼咁遐困难，因为你我都讲足简单呢。你就去心肝内那有人民的存在啦，你就去想到人民的性命的安全问题。你放百半天，甲放一天是差偌济啦？哈，无，迄对经济来讲哦，一飞冲天呢。我好啦，对，讲对经济来讲有影响唔吼？啊，你该看嘛吼？你去看德国的伊管理的逻辑法吼？德国澳洲其实澳洲差不多安尼啦吼。因为澳洲人吼、哦、规定一年工作时间呐、啊嗯，是未当超过178天啦、啊。吼、嗯哦，啊休假是178天，都365天吼、哦嗯。啊，你台湾？咱台湾讲迄落当初的迄个女工啊，人讲我想用的，一个月你会当工作40天。对吧？啊，所以我第一篇文章就讲你我有基情嘛，吼、啊哦。水师的洛桑学院吼、哦。自这几十年来的统计，台湾人永远拢是世界上骨力的一个民族啦。嗯、啊，你安尼真正讲安放半工甲不放一工的差别伫倒位啊？放半工有啥物问题呢？放半工，比如讲你这个下令放假放半工，好，半工是嘛？下令用12点开始嘛，吼，一波时啊，一波就放假嘛。啊，你放假的时阵就公车嘛无你行啦，吼，交通工具拢停止啦。啊！你囡仔下课边啦，系啊，冇靠许多人接。啊，有时间的许多人是当去接送哦。嗯。啊，那歹命囡仔是诶，家己都照顾袂得起啊，个许多人佫有时间去来接送。啊，许多人讲阿袂歹听咧，对上班的时一张所要赶来去下个接囡仔，诶，阿嘛反正无交通工具呢，对啊，反正也无车人接呢。所以我感觉即爱同理心，爱有将心比心的即款的首长吼，顶的首长。那也无即款将心比心的，诶，即款的想法，是我感觉想无啦。啊，这放假实在是足少的，但对一个国家的行政的政策吼，是足水的一个工课。啊，干那一个放假都搞不定。啊，你甲想讲，你免那几台做啥物大代志啦吼？所以头前段，咱咧讲法治的社会嘛，法治的社会就是啥？法治就是一精神，就是讲，即个公仆一切拢爱依即个纳税人。的性命财产受到第一保障，迄叫做法治嘛、嗯。啊，你台湾在各管区的首长，大家拢惊得失去管理的财团，吼、哦，讲啊，那放一天假哦，就损失过会影响偌大的经济。我就讲奇怪咧，啊，你台湾人是全世界上骨力的民众诶，吼、哦，我会记得讲纽西兰的一个总理，伊讲。有些人无要不，有些人唔免拼经济，有些人嘛无要拼经济，有些人干那想要把这块土地搞好清气、嗯，因为土地若无清气，卫生也无好，卫、嗯、生无好，细菌就会多，细菌来多，你就人民的健康会受到这款危险嘛、嗯。啊，你搁较侪钱，你嘛无效啊。啊，所以其实迄拢是观念的问题吼。啊，你台湾在各管区的首长吼。基本上拢是接受着中国国民党的洗脑教育嘛，嗯、啊，所以吼、哦，放假杯第一个惊死啦。最主要是爱顾着家己的前程啦。是，
一切拢是为着伊的前途啦，吼、哦，一切拢为着啊，伊的政治生命，为着伊的政治生命。啊嘛是矛盾嘞、嗯，啊那为着要顾着伊的前途，要点光明，光明点光明顶，甲安泰找就好啊。有啊，人大家拢有去。是啊，啊这管这管管区首长嘛是拢迷信这个点光明顶甲安泰找啊。对啊，有啊，大家拢有啊，大家拢有去安啊。啊，最这哦，产生足大的矛盾啦。嗯。好、哦，因为老实讲。这个人民的性命财产是永远是第一项的，这不是明明拍折的。要怎讲呢？因为你各管区首长的薪水都是咱有这人啊。嗯。吼、哦，伊是你的雇主，伊是你的头家呢。啊，什么换你发号施令？当时啊，上班歇要放半工，放一工是换你决定。所以这种吼、哦，这种违背人性啦、啊嗯。我是感觉讲吼、哦，台湾是讲爱利用这摆全民集结吼。爱贴对一点脱胎换骨，就是哎呀，学习规套的这法治的精神，学习这规套，而且关民主、自由、人权、法治啦。啊，不，你学半套就无效嘛，吼、哦！因为你甲看，所有的这款犯错拢啥，拢是公破嘛，公务员嘛，公务员犯错，免负责任呢。哎，因为骂记者你骂啊，批评记者你批评，好官我自为之。世间吼。所以我一直咧讲，台湾一定爱找倒来迄个廉耻心加一个诚实的价值啦。好，加在日本人伫台湾五十年哦，留予台湾人有真济迄个社会价值，就是讲白差面的人，啊做唔到代志，严重者跳楼切腹自杀的，啊迄、那个价值感觉有无拢无啊？起码拼搏白差无讲。啊，我出古早过电话咧讲，即、這个文明的社会甲农业的社会差别是啥？文明的社会是以诚信立国，就后面国家，你若无诚信哦，你无法度立将的。你以你个人的信用来破产哦，啊，你就永远都无法度在遐生存啊。啊，但是你中国人的这个教育的社会呢，你别安讲白菜，你无法度生存的。一个国家的副元首，何人叫白菜鸡啊？安尼个底下会当底下安尼讲底下公党公西，个小白噶，台湾头下个台湾妹，我讲行嘞，我请嘞。嘿，我讲哦，真济即款各国的外国人听哦，因认为，因认为我是咧光生笑啦，伊讲他有一款代志啦，讲你很幽默感。嘿，所以我咧讲，我这么我你我这么说个点啊，你讲你甲美国人讲一句三字经吼，美国人讲，我老母若无意见，我嘛无意见，吼、哦。但是你若甲美国人讲、你是一个骗子，you are liar， 好，伊甲你拼命，吼、哦。你就知讲美国人对迄个诚实啊，是偌重视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台湾这个诚实是一个如必死啦。老实讲吼，现在台湾根本就讲诚实的龙王啊啦，系啦，讲白贼较够讲的，對對對對，越大啊，对，越大，画虎烂，北京话啦，惊因听无哩，讲画虎烂，画得很大条，啊，那九二共识唔是为好咱，对吧？啊，迄落反攻大陆唔是为好咱。拢是嘛？迄落三民主义统一中国，唔是为好咱。对啊，伊含三民主义含要统一台湾，就统一不了。是啊，啊，反共大陆解救同胞哦，安尼。消灭万恶的共匪，噶唔是为好咱。还我河山，吼、哦！哦，三民主义什么有诶无诶安尼？对啊，都无甲一项是天的啦。对啊，啊，所以讲咱即马新政府新诶迄落，互咱人民有迄个愿望，有迄个期待，伊应该好啊做，因为咱台湾吼，风台。地动吼，天灾地变，足多的所在，我唔相信讲你旧年犯的错误，今年阁继续，明年阁继续，安尼一再安尼，每年拢同款，你来错误拢一再延续落。但是主持人，我无遐大信心呢。哦。因为吼，因为历任的即款那个国家的领导者，拢受过中国国民党的愚民洗脑教育啦。咱拢是，咱拢是做阵。啊，尾啊，你是为着有一个吼，你某一个你的这个环境的命运的迄落，你有去吼，甲外国人做伙修伊的这种的迄落教育，无同款的剧本啦，无同款的人生的剧本啦。对对对。倒是讲吼，你新政府大概本来真大的期待啦，吼。但是最近陆陆续续发生的一挂这代志啊，
迄基本上是脚头乌想都有啊呢，脚头乌就是有啊吼。人讲大镜头乌讲都生都知影，免用个大脑，免用个脚头乌遐远来了，免用个大脑了吼。啊，老实讲吼，啊，即个啥，咱即个天性甘金汤匙啊，咱天性迄款高学历的，咱拢未信这嘛。啊，因那高学历，伊遐学历拢。迄落什么？通馆长去，互人抬掉迄个啊！伊咧讲啊，伊讲哦，你若讲我的这个朴素是假，我欢迎你来查。你若甲查落去到底啊，中华民国的政府哦，袂顶袂当安怎？查到三分之一哦，拢甲共款，我只的迄落朴，拢迄落学历拢袂当啊。对啦，即阵台湾即个假学，刘邦友，啊刘邦友啦，刘邦友。我聊聊伊嘛是啊，其实我有一份名单伫个啦，我有一份即个中央国会议员的假学历的名单啦。啊，所以讲你学历遐悬，博士几啊项排辛苦的等来，通地理台湾地理甲即落优秀。不是啊，都假嘛吼。啊，所以咱唔免迷信高学历啦，因为台湾的教育老实讲吼，实在是干那教出学历，无教出能力啦。啊，人的基本上的求生、谋生的能力，就是来自能力嘛，唔是依关你的学历嘛。你甲看咱古早迄个50、60年前的时代，迄就是台湾的最大企业家，咱叫会出来，即个叫大企业家。多一个受过高等教育，啊，王英琼是受完教育，是啊，郭辉西、蔡万春，对不？这有受过什么教育？啊，经济不是拼命个也好，是啊。所以咱拢过去拢上过迷信这关你的高学历，啊，这高学历个就是中国国民党走路了，带来台湾了后，提出了一个口号：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嘛。啊，个最主要就是讲，因将因的子弟，哈，啊，拢迄落送去国外，送去国外，因为有中山奖学金，啊，家己送出去。国外去买去换者，啊，佮捐足侪钱予外国个，是迄落学校，啊，会当换迄落甚物博士堂啊，都遮个人坐遐通知咱啊。是啊，啊无太要紧咯，唔是干遮个人去坐遐通知咱咯。请问因个囡仔伫倒位？因个囡仔国外嘛？哎，对啊，伊伫台湾。啊，所以我足忧心个就是啊，我足忧心个是讲，目前你主宰你佮我命运个遮老残啊，退休啦。佫换一批新的新产哦，嘿，对，嘛是喝过杨墨水遐个人啊，对啊，啊，拢因的子弟啊，哎，嘛是同款迄套观念、迄套思维嘛，嗯，所以说中国国民党是吼，那就讲台湾的即款教育的大学吼，大学、高中、国中应该爱开一门课，讲认识中国人，嘿，真正的，一定爱开，一定爱开一门课吼。讲要安怎认识中国人？因这中国人有够夭寿骨的啦！啊，所作所为吼，拢是伤天害理的。伊，先讲咧激动咧，甲袂，你休困者，你不是啊？袂正经啦，因为我一，你干那中国人，你都无认识伊哦，认识，认识啊，所谓的认识，不是捌伊尔啦。对啦，要认识这个。应该要开一门课啦吼，开一门课对大学、高中、国中开始吼，拢爱开一门课讲认识什么叫做中国人嘛。因为这世界人类史内底有哪有记载呢？中国人的迄浓度，中国人的即款你的残暴、残酷吼，是世界有名的呢。迄古早，古早卫生观念无迄落迄。古早吼，甲迄款迄个政治犯吼，抓起啊，迄款头壳皮甲破开，啊，淋迄款水银啊，红磷滴念的，对，吼，所以你就知影讲，讲临时啊，所以别个路中是不是街口，什么人拢会使去家留一刀？是啊，所以咱即摆咧讲台湾的自由、民主、人权法治是啊，真讽刺呢。早期一寡政治犯吼，啊，抓起北京家安尼有诶无诶星球吼。诶，实在讲，哪有民主自由啦？是，吼，所以我就感觉讲，真正我一直咧想讲吼，台湾的这个教科书啊，应该爱修一门课，是讲认识这个什么叫做中国人。嗯，吼，因为台湾人对中国人无够了解，台湾人对中国人伤过仁慈。哇，咱的教科书拢在讲。伟大的中国人，啊，中国文化是博大精深，对啦，
啊，但是这种一拍破嘛，较早有一个博洋，伊讲伊讲这丑陋的中国人嘛，吼、欸，下一份丑陋。啊，这个中国有一个民文的人士陈破空，伊都咧讲。即、这个中国人后世人拢足侪人歹做中国人嘛？为什么中国人处处拢无受欢迎？吼、哦，这世界拢有真侪例通好看啦。吼、哦，有真侪即款资料、有资讯通好参考嘛。中国人就是垃圾鬼啊，卫生歹啊，爱讲白话，吼、哦，爱碰风啊，自私嘿，这中国人的本质嘛。啊，你台湾人，迄个侵略性、侵略性是。啊、台湾人是好不容易好加在的日本人伫个治理五十年的之下，啊，才有留一寡即款社会价值，才有养成一寡即个好的即个习惯，吼、哦，爱清气想，啊，诚实老实，啊，唔敢讲白话，啊，唔敢做歹代志，吼、哦，做歹代志者啊，真见效，啊，即、這个价值就从中国国民党夺难来台湾个即嘛。欸、差不多拢毁了了去啊嘛！我会记咱较早，阮的阿妈，即个人袂再凊彩配谈乱咧。对对对。哎、啊，中国人来了吼，坐伫阮的厝角的边啊，砖头边啊，在洗衫的所坐啊吼，伫遐配谈乱啊啊，迄落伫遐在混杂啦、蛋糕安尼吼，啊马里戈壁的，免阮拢唔知啥物叫马里戈壁啊吼，马里戈壁个头坐到尾安尼，啊走了，阮阿妈较紧将个火。迄落香菜恢复的迄个水啊，安尼拉拉咧，破呀咧，一直撸安尼，一直撸，一直撸啊，看迄落形安尼，一直撸，一直撸安尼。迄无好笑。咱就是。迄无好笑。迄无好笑啊！中国的领导者邓小平去美国访问时，边啊有人捧一个贪官，你何配乱？这属实的啊。对啦，应该伊嘛有看过迄新闻啦。对不？一个国家的领导者去美国访问啊，啊，身躯边有一个人专门捧贪。旁个贪官，你何以配乱？对啊，美国的总统尼克森，你会无聊？你讲来讲，吼、哦，这实在是哦。伊讲哦，伊刚才看到迄个画面哦，规间饭食袂落啦。有影。但伊较早还啥物李鸿章啦，啥物人出来拢边啊有一个小李子哇、啊？是啊是啊。小厮啊，迄叫小厮啊。是啊。迄拢嘛是迄旁迄落贪官何以配贪乱？不是啊。所以吼、哦，我是感觉咱正经个啦。政党轮替吼，了后，咱过即，咱对即款对即个执政者吼，有过多的期待啦。对啦，好、哦。啊，不过吼，到肥火车也是罔肥啦吼。啊，不过我最近心肝敢那足忧心的。系啦，系啦，啊，来到肥火车，咱就罔肥嘛吼。啊，不过我是感觉讲真真正正吼，咱呼吁即款教育部。啊，有良知的这個教育工作者，是，吼、哦，会当好啊思考，应该伫这个国中甚至国小，国小开始，就开始开一门的这课，吼、哦，认识什么叫做中国人，一定爱有这个这个教科书吼、哦，来教育，啊，你才有法度提醒台湾人的觉醒、嗯，你才会当我都预防嘛，啊，无你要照实讲吼，在台湾的这个中国国民党带来的这个教育吼，是无法度让台湾脱胎换骨啦。对，所以地主到真侪人，国囡仔上国外读书，都是因为对台湾、对中国的这套教育无信心嘛。是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有办法的人，囡仔拢上国外嘛。啊，这都答案足清楚嘛，对不？教育的部分我都讲，一再讲啊，对教育的角度来讲，就干两种人，一种有办法的，一种无办法的，安尼嘛。对，吼、哦。啊！你有办法的人，就是这些权贵、这些大官好、这些民意代表，有诶无诶，有钱人、有权、有势人嘛。啊！你无权、无势、无势力、无钱的人，伊都无法度嘛，伊无奈嘛，所以继续恶性循环，你接受这套这款生等人的人性的教育啊！所以你台湾要脱胎换骨真困难，所以包括即卖很出事的蔡英文，嘛是接受中国国民党的洗脑教育啊。对，吼、哦，伊、不过是讲伊有去出国去读册，吼、哦，啊，又去接受西方的民主的洗礼，啊，有较进步啦，吼、哦，有淡薄啊文明啦。对啦，对啦，淡薄啊啦，啊，无你，迄落你讲国民党伊的整体这个教育完全没有文明的，不，拢无文明，不知道何谓，我爱讲北京话。不知道何谓的文明啊，对啊，爱讲三遍啊，是啦，
不知道文明为何物了。哦，不知道文明为何物，不知道文明为何物。哎，阿妈不知道文明为何物，阿妈不知道廉耻为何物了。因为讲别参的比赛啊，嗯，哦，明明去美国，吴敦义甲别参伊啊，甲郝龙斌去美国，明明都是行无甲甲红袖条无同款的路线。哎呀，嘛是安尼靠假先假答，讲无啦，这拢恁拢哦，哎，恁拢误会啊啦，恁拢这个揣测啦吼，曲解啦，啊什么猜测啦，安尼啊拢不实的评论安尼啦，啊，这实是讲吼，这实讲是美国人可爱的种啊，诚实的，嗯，欧美国家拢以诚实立国，好，所以我拄啊一开头讲，你甲美国人调三二经吼。哎，笑笑啊！伊讲，我老母若无意见，我嘛无意见。但是你若讲你是一个骗子吼 ，you are a liar 吼，伊就甲你变名。是啊。啊，所以你就讲，人对迄个诚实的价值的重视的程度，吼，因为我袂使互你甲侮辱啊。嗯。吼，啊，我这是我的价值嘛。嗯。所以，这中国的好笑文化哦，实在讲，你若无甲去掉吼，台湾要脱胎换骨是真困难啦。是啊，啊，不过咱对新政府吼，我就想讲，看讲，搁伊采用的官员种种安尼哦，换汤不换药安尼，搁将迄落较早的红衫啊啦吼，遐的规定规个，即马拢安排拢伫个遐所看到的，一个比一个迄落，啊，即马搁换迄个司法部长遐，啊，法无唔是法务部，司法院长安尼，伊讲伊即马搁讲一个迄落。扩充力啦。哦，伊即马佫讲一个至理名言啦，经典啦。伊讲哦，这些媒体人，媒体人，这件代志你知影无？我知，伊就讲这名，这名嘴啦吼，也是讲这批评这政府的人吼，也是以考虑讲来立一个法啦，来妨害这个言论自由。哎，也是讲，跟言论自由有关的就对啦。对啦，对啦，这些是最好笑的。哎，对啊。好，那如果要爱行当去二十年前，是啊，三十年前，啊，这款人，蒋经国时代，啊，这款人会当做司法的院长。是啊，是啊。啊，所以讲，我就看到讲，伊一个在用吼，用到这款的官员，啊，到时哦，咱有影又搁迄落北京话讲的又万劫不复。对，哦、啊，所以我这几天有跟这个前司法的院长谢长波先生。讨论嘛，所以因为伊有提起讲废司法尼嘛，是啊，因为美国无司法尼啊，后美国欧洲国干嘛无司法尼啊，啊，所以我理解讨论。国家遐大无司法尼，人着做甲，对，生态工、生月球、生什么青，是啊，咱这个鼻塞大个带汗子啊，安尼啊，无国家啊，无啥，什么医什么药，我个骨头光无用啊，遐尼济啊，就做不下去。做司法尼副院长，迄个年代是伊有迄个背景。迄、那个生态地也无法度嘛，是啊、但是伊即卖感觉讲，这时机已经到个即个地步，啊，台湾已经啊相当的即、這个进步吼，言论自由相当的即个开放嘛，啊，所以主张讲应该废司法院啦，啊，其实唔是干呐废司法院啦，咁对、那個、民进党伫党外时代就甲咱承诺，吼、啊，科技院甲监察院拢要废掉嘛，是啊，啊，那个即卖拢保留掉的，是啊，确实。安公院就是领薪水领较济咧啊，对，无相信嘛。啊那有拄着什么代志，对因那落时就提出来用一下安尼。啊，咱如果目屎流的裤脚落去，是啊，就是。啊，咱即卖互玉琴啊休困者，咱等下啊，你要搁继续讲一下。哦，安尼就好，休困者。我听讲你讲伤济，你的面唔知搁会疼无安尼。吼，啊安尼，咱后礼拜再搁再会啦哈。好，祝大家阖家平安。